踩这个弗洛伊德。好，左队草丛下去的位置，砍了一刀之后自己可以一记拉开。哇，那伤害好高啊！天哪，直接瞬移斩打出第一个涅槃。哦，西西这边瞬移的想法，对，撤退一下，可以用。红雀伤害可以再往前追，水域基地开起来了，还在黏黏住，有多想滑滑到地步，难受。得分先行打掉，左半边还可以回家，但想要压正面，这一次倒掉的是射手。